然后说什么？今天你说啊，今天怎么样？很高今兴。天我原本很不舒服，嗯，我觉得好累哦，走路都累，我又不想跑步，我就想黏在床上，都不想起来。对。后面郭老师跟我说，还是必须要出来跑步运动，我就半推半就，我就出来走，我就这样走走走，就很辛苦。我觉得这边，这边到背这里有一圈。好像有一个绳子啊，那个束带很紧的绑着，我就觉得啊，好累哦，这里好紧哦，喘不过气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这里好不舒服啊，他就帮我按这里背这里。然后呢，按一按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一条都好想背按哦，我就来，把它转过上去一来。点。对，我一开始是按这里，啊，这里。这里啊，因为他是从那边过来，所以按这里。然后小弟就说往上面，啊，让你一次两只手啊，然后再说上面，再说上面，再说上面，然后他就说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上面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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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你看已经到斜下方了，然后就说下面，下面，右边，下面，右边。这边更痛，这边肋骨更痛。对对对，哈，然后说右边下面这里，好，好像最后一点，好像啊，对，这一点好像在这里哈，我不晓得，忘记了，好像在这里，就找痛的地方。结果呢，怎么样？我就后面按我就觉得这边好轻松哦，好像一个原本要掐住你，很用力掐住你的那个钢铁还是什么，松掉了，你就觉得。啊，好舒服哦！我就觉得，原本我觉得今天呢，好辛苦，好黑暗，觉得又心灰意冷又累，没有志气，又觉得提不起劲，对生命又觉得有一种很乏味的心态，那种随随便便，有一点混一天是一天，辛苦活着的感觉，对，瞬间就觉得，啊，好像生命还是不错的。好像愿意微笑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心里面比较舒服。你刚才不是说今天好幸福哦？就觉得今天也没有到很幸福啊，有一点点，就是今天也挺不错的嘛，有点蛮愉悦的，就是那个感觉，然后比较有精神。原本我以为我是没有吃 B 群，最近忘了吃维生素 C。你不是讲一个词吗？叫今天好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好幸福不是愉快。我记得好像是愉快，因为是愉快的意念。今天很舒服，很愿意微笑。然后又觉得今天做什么都好像现在的我做什么，就是按完之后嘞，好像做什么都有一点点高兴。就是可能平常扫地啊，会觉得连扫地都很高兴，连做一些杂事啊，然后干嘛的都觉得比较有精神。好，现在的我刚刚连走路都不想动，我就想黏在床上，就是有多巴胺了，就觉得不知道，就觉得这里好舒服啊，就是全身跳跃舒服，对，愉快，对，对，好，好，就这样。